没有啊，就真的会想要先关开门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就真的是有一种习惯，我看到哎门关着的，我就想要去开。不过真害死人，还害死自己。啊！没有人就开门来定生死了吧？我傻眼，关麦。傻眼，不想关门。哇塞！原来杰森这么喜欢绿啊。我没得选啊。关掉了。有没有想过在这里？是在实验室，我觉得他已经死很久，死很久了。应该是，因为都没有看到他。我中途的时候有去看那个心电图，他已经死了。哦，我曾经看过，我曾经在右上看到凯尼正在消毒室门前不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我吗？对，消毒没有，我在解那个任务啊。哦、那個，我是点到门，我不小心点到门，我还解电线，我现在没错，那是电线。然后我另一个怀疑的是默默，因为他一开始有去插钥匙的位置，那个是我们没有的任务，所以所有人都不会有。哎、欸，不一定吧？那个是 common task， 那个是 common task，、欸、不是吗？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其实是 common task、欸。插钥匙呢？你们有吗？我没有。我上一场是有哎、欸。没有这一场。这一场我不知道，好像是没有吧。为什么是？对，我记得那个是 common task 来的，一个人没有，其他人都没有的。对啊，为什么凯尼说的是我不知道？为什么你说的是我不知道？打开地图就看得到那边有没有感叹号的东西，你居然说我不知道？哦，我刚没看呢。不是啊，我刚都在做我自己的任务哎、欸，然后。我等一下，我问一下哦，地震仪两边就是一定都要有，对不对？对，两边还是一边就有、啊。那为什么镜子你站在那边不按地震仪啊？我有按啊，太按了，太按了，按了，两边都要按，两边都要按。我是看着镜子走进去，我再往左边走。飞、哦、气。好吧，我想说怎么走过？因为我还没到啊，所以他们没有看。我祝福，你真的很奇怪。不是我真就我就觉得蛮好的。不是啊，你知道你那个任务啊，你一打开你就会看得到，因为当时我们出生的位置就是在那边嘛。然后呢，我们的人也会标示的、嗯，那你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那边这个，因为那个是出生位置嘛。那出生位置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到有没有那个黄色感应号。那你就因为他一看就是知道了，可是你居然说我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很奇怪，你刚刚也是莫名其妙在那边咬我，那边说我没有按，不是啊，因为我是真的不知道那个任务是什么，没看。莫名好人，我看的时候我就，可是他也不能当成是杀手的证据，是不能啊，只是我只是因为他咬我说我咬回去，我们可以天网咬一咬，那是 bug 了吧？我的天哪！也没有砍到，我也没有砍到，我现在怎么办？哦，我真的是。哪？嗯哼，在那个中央室上面。中央市上，等一下，我刚跟谁走？等一下，忘记了。
我刚刚是往中央室下面去接任务。那个，刚刚我刚刚在旁边，谁放旁边？那个谁刚刚还在？那个就是婷婷还在的时候，他还在，就是在中央室，就是那条走廊。然后我去关灯后，我就往上走去开灯。木木刚刚在那边的，是木哎、欸、是木哎、欸欸、那应该是木木吧？可是我在举报的时候啊什么？可是我举报的时候好像还有个是不是白色刚经过那边？啊，是在我举报的时候，他在那边绕。听见了就跑出去了。你跑左还跑右？我跑左啊。你跑左？你跑左边上面还是左边下面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他就有经过啊，他有经过。那你去哪？你往哪边走到哪边？你说一下。我跑。镜子吧，刚刚他在开灯，然后就死掉了。他应该没有那么快啊，呵呵怎么可能？我跟他从同一个地方，然后我都没看到他。刚刚关灯的时候，我是右边那个熔岩的那一边走出去，就发现不对劲，每个人都过去，那我不用过去，我就去看心电图，就看到蓝色，立马死掉，之后就去找，就走两步就看到中央室那边死在那里。我觉得是黄色的，因为刚刚他就是婷婷，还有我，还有包，好像就是黄色的，然后跟我们站在那边，然后一关灯后我就往那边就是开灯那边走，然后我就没有看到人。中央室上面，你是说那个范围能看到人？哒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所谓的中央室上面是会议室的里面还是外面？那个在会议室的里面，也是跟中央中间那个小走廊那个出口。可是当时木木好像是跟我一起离开那边的，是吗？他怎么跟你离开的？我刚刚他还在我那边呢。就是，是不是静姐跟木木两个串起来？你们两个没有，节目我觉得够乱的。他猜一场有没有人死就好了，因为我觉得。因为镜子他已经在开店，就是开店的事了。他应该看不到木木吧？没有，还是我说我对啊，你应该看不到木木吧？还是我的印象是更早之前的事情。我觉得是更早，因为你关灯前，我问一下，你关灯前是关灯前很久的事情。我说的是关灯前很久的事情。嗯，没我觉得镜子或小妖都很可疑。我怀疑镜子，因为刚刚凯尼一直跟我待在一起，然后镜子一过来，凯尼就死了。我可以说话了吗？可以，请投我吧，谢谢。好。我原本就是想说，我砍完凯尼我就要自首了，结果你们就一直抢着讲我。要不然我是怎么被你干掉的？你那个时候后面没有人呢、啊。我是从右上角那边走。哦，超快！我想要埋伏人，我在那等很久，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原本已经打算离开了，结果你出现，刚好。